2016年，周杰伦被一颗杨梅彻底颠覆了认知。在中国新歌声的后台休息间，工作人员端上一盆杨梅，从未吃过杨梅的周杰伦以为要剥开吃，最后看到其他导师直接往嘴里送，才知道杨梅不需要剥皮。当他吃到人生中第一颗杨梅时，脸上露出了吃货满足的笑容，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杨梅。不知是否为了白嫖中国最可口的杨梅，在听说中国杨梅之乡慈溪将举办杨梅节时，周杰伦立刻赴往慈溪，在晚会上激情献唱，而周杰伦也在慈溪把杨梅吃到饱。不得不说，真的太接地气了。熟悉周杰伦的朋友们都知道，其实他一直都这么亲民，他不仅热爱国货，更亲自为国货代言。当圈内其他明星都对国际大牌趋之若鹜时，周杰伦却代言了不起眼的手抓饼，一度让人以为海报是商家披上去的。此外，大家耳熟能详的某薯片、某奶车以及电动车，也是在周杰伦的代言下一步步火起来的。周杰伦曾表示，自己代言的东西一定要让粉丝们都买得起，因此他从来不代言单价太高的服饰，而是像海德尔惠、美特斯邦威这样的大众牌子。也许这就是他能红遍亚洲的原因。除了代言国货外，他还一边宣传中国文化，不管是《本草纲目》还是《龙泉》等，不是批判崇洋媚外，就是宣扬中华传统文化。试问，像周杰伦这样接地气的本土偶像，谁能不爱呢？我说啊，我当歌手几年，18还是19年啊，就抵不过那一分钟了。2017年，周杰伦演唱会上惊现前辈李圣杰的身影，由于没有抢到座票，他只能扶着栏杆听演唱会，没想到被周杰伦突然点名。他一开口，现场的歌迷瞬间沦陷，就连周杰伦都直呼自己都不敢唱了。这段视频流出后，李圣杰在网络上轰动一时，无数网友都被李圣杰的嗓音折服，其中不乏歌手的总导演，于是李圣杰便收到邀请，以首发嘉宾的身份登上了2018年歌手的舞台。在采访中，他红着眼眶表示，自己唱了十几年，却抵不过周杰伦演唱会上的一分钟镜头。深知当歌手不易的他，十分珍惜这次机会。当他在台上再度演唱《痴心绝对》时，瞬间勾起了现场80、90后的回忆，情到深处时潸然泪下。李圣杰见状，瞬间哽咽，中途沉默了几十秒，才将歌曲完整唱完。一曲过后，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只不过这次歌手之旅，李圣杰没能够走到最后，3期不到的时间，李圣杰就被淘汰了，这让无数喜欢他的粉丝倍感心疼。李圣杰出道多年，一直面临着歌红人不红的窘境，被大家记住的只有《舔狗三部曲》《痴心绝对》《手放开》《最近》，《痴心绝对》更是大家在 KTV 的必点曲目。如今李圣杰已退出歌坛，或许娱乐圈就是这样，有人如周杰伦一样一红到底，也有人像夜里的昙花，只盛开一时，却将美丽永存人心。刘畊宏是除了昆凌之外第二个有资格刷周杰伦卡的人，他们的感情有多好？当年刘畊宏结婚，周杰伦在演唱会现场即兴改编《甜甜的》，只为了给刘畊宏献上祝福。我轻轻地唱一首《刘畊宏在哪里》，我看见了你的手穿着美丽。刘畊宏婚礼当天，身为伴郎的周杰伦因为飞机延误没能及时到场，刘畊宏直接将婚礼延迟半小时，只为等周杰伦。两人的交情已经长达20年，周杰伦还未出道时，刘畊宏早已在娱乐圈混迹多年。那时穷得叮当响的周杰伦没钱租录音棚，刘畊宏便大方地把录音棚借给周杰伦用。在有表演和上台的机会时，刘畊宏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周杰伦。因为刘畊宏，周杰伦卖出了第一首歌。为了庆祝，刘畊宏还叫来兄弟们给周杰伦办了一个惊喜派对。在派对结束前，刘畊宏甚至悄悄地结了账。不仅如此，两人还有过命的交情。当年刘畊宏和周杰伦一起打球，结束后周杰伦想洗个澡，不料因为洗澡时间太长导致煤气泄漏，让在休息室等待的刘畊宏和温岚直接中毒。等到刘畊宏再醒来，已经是在医院病房里了。可以说周杰伦事业起步的那几年，刘畊宏都陪在他身边。他们之所以关系这么好，不仅是因为三观契合，更因为一同经历了无数风雨。